嗨嗨。黄嘉晴，你501然后许一苏子晴陈永恩你叫咩名？我唔记得。沈星豪，我以前系一个识分享自己感受嘅人啦，即系但系咧，我前排好低潮嘅时候咧，我喺你哋每一个身上都揾到少少力量，系令我喺嗰一刻可以繼續行落去嘅，所以多謝你哋 ，I love you。我係蘇亞林 Ivy， 今年20歲，而家喺讀緊書，係一個學生。點解啲人會覺得韓星咁好睇咧？就係佢哋嗰個 energy 好好啦，表情好好。咁我就有研究少少呢啲嘢啦。我俾到呢個 energy 嘅人，應該自己都好滿足嘅。我諗明曬，佢啱啱癲婆啊嘛，跳到我周圍嘅身邊嘅工作人員話俾你聽，你有幾好啊！我而家完全 feel 唔到你嘅能力唔得，就唔好搞咁多嘢啦。而家你係唱咗段又唔係幾好聽，跟住跳一段垃圾，我唔知點救佢。你想唔想救佢？好，跟住要预备嘅係1号 Ivy Soul， 请你预备。你嘅对手係28号 Candy， 28号 Candy， 请两位预备。冇错啊，阿妹终于讲得啱啦，因为今轮係仙界大战，女神斗女神。个个都咁中意啊，点算啊？花姐点算啊？花姐，加油啊 ，Kiki， 加油啊！你唔好紧张，你加油啊！首先出场嘅系一号 Ivy Soul， 佢嘅表演项目系跳唱。加油 ，Ivy， 加油！点会得到咁样嘅待遇咧？因为佢诶，佢哋个人好，大家观众系咯，但系个表演好得人惊。我咁多年對自己嘅夢想冇放棄，其實可能就係我嘅一種努力。如果今次真係有機會嘅話，其實我就會將佢捉得好實咯。我啱你去停衡，講下先，啱我嘅喺邊？佢需要你嘅幫助。嗱，我覺得係跳得麻麻嘅。救到嘛？救啊！冇得救啊！呢啲咧我哋叫咧浮声，即系点啊？浮姿差唔多。好中意佢噶。你中意佢啊？好中意佢。但系点解中意佢咩啊？佢有亲和力冇咩？佢好有喎。你咪全部盲曬啊！介紹下你自己，我叫蘇亞林 Ivy， 今年20歲。你改名啦，你改名做 Ready 啦，你好 Ready 去表演去參加呢個比賽。嚇？咁又未至於。究竟出邊睇同呢度睇有咩分別啊？但係佢個人個能量係令人吸引嘅。OK， 好，唔該曬你 Ivy， 我哋睇埋另外一位參賽者邊先。其實外表真的很重要，係係你的才華是零，只要你樣子好啲，都會得到你哋歡心。一 ，Ivy， 我要。OK， 阿祖亦都撳咗一彈，好恭喜你，你可以進入阿祖嘅呢一隊。至於 Candy， 你就要喺復活區嗰度睇下復活到咯喎。OK， 唔該曬。
開心，你表現得好，可唔可以開心？呢個世界變曬，變曬質啦！其實嗰陣時咧，係我哋嗰陣時仲好超咁樣喺出邊個 sofa 嗰度喺度講緊邊一個大家有啲咩事最無奈啊！咁我哋每個人分享嗰啲 story， 咖喱佢就分享佢嗰個金魚嗰個故事。我好無奈，好耐係我自己病，因為嗰個病係我嘅。嗰個病人咧，佢其實心肌梗塞啦，我知道佢死緊噶啦。個病人有一日就同我講話，佢好想出院，佢好想出院。我自己一個住噶，我有一扎金魚，我想俾我 friend， 我唔要噶啦。然之後我話你咁樣你會死嘅。然之後佢就話，因為我想有人照顧佢哋。我覺得呢個出嚟擺一個 fix freeze pose 好齊嘅，試下。其實我一聽嘅時候，我覺得好感動呢個故仔，即係個人去到盡頭嘅時候，原來佢最記掛嘅唔係錢，唔係健康，唔係食啲乜嘢，唔係咩，係屋企嘅六條金魚咯。我個故仔本身就係咁簡單，咁咪就係用一個最簡單嘅方法去呈現佢咯。六條金魚係邊個唱咩歌咧？啲真係唔知咩嚟。灣嗰啲。顯得我哋有啲膚淺。哎，咁咪可以更加令到我哋有興趣去睇下咩事咯。一條金魚一個頭，兩隻眼睛悠悠悠，兩條金魚兩個頭，四隻眼睛悠悠悠。我要同大家讲一个故事，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是我的一个亲身经历。我是一个内科医生，医生玩造星。这个不是重点，不要离题了，麻烦。这个是一个关于六条金鱼和一个伯伯的故事。我们是六条金鱼，三蚊一条，买五送一，很便宜的。我哋住喺伯伯屋企嗰个好细嘅鱼缸入边，梗系鱼缸啦，多鱼唔通雪柜咩？生啱啱咪住鱼缸，死咗嗰啲人真系住雪柜噶，好似伯伯咁，伯伯佢死咗啊！唔好剧透 ，sorry， 我哋六条金鱼自由自在，好开心。伯伯会成日隔住个鱼缸，同我哋讲嘢噶。但是伯伯他一個人住好像很孤獨，我們就是他唯一的朋友。伯伯真的很疼我們的。直到有一天，伯伯他心口不舒服入了醫院。三條金魚三個頭，兩隻眼睛悠悠悠，四條金魚四個頭，八隻眼睛悠悠悠。每 band 啦，你搞到好睇，好睇啊！叻女，叻女，叻女。黐線！我係好感動嘅，同埋你哋每個人。你哋講緊嘢嘅時候，你哋真係講緊嘢咯。我唔知道明唔明我意思。有啲人可以你講緊台詞啊，我演繹緊，但其實我唔覺得你喺度，我唔覺得你真係講緊。You really mean what you're saying？ 而我中意佢咁 simple 就可以達到一個咁強嘅一個效果，仲要係一個真實嘅 story 嘅時候，更加美麗嘅成件事。所以 good job。表演壞成睇，你單單睇個表演，我哋講到都優點，但係我哋而家揾個女團，係啊，冇錯啊。即係呢個我唔知邊個要睇，係。今朝排舞咧，其實我哋開十點鐘嘅。咁但係其實我十點鐘嚟到嘅時候咧，我見到哇，好似好少人。最後原來係有超過一半以上嘅人遲到嘅。咁我自己係好失望嘅。哦 ，Ivy 仲遲咗成個鐘添。點解你今日要請假遲到嘅？因為我有堂八半堂要上。即係你寧願上堂犧牲練舞嘅時間？因為嗰堂我都冇上。由於 Ivy 所修讀嘅學科需要佢投放大量時間，要兼顧節目拍攝，就令佢陷入被退學嘅邊緣。
係啊，朝頭早8:30上到，夜晚5:30先落堂，仲有連 lunch 冇得食，即係仲要排舞，唔知點算。我覺得佢係好 tough， 但係去到一啲好無奈或者自己都無能為力嘅位置，可能就崩潰咗咁樣。如果佢有啲咩要幫，咁我一定會撐佢咯。如果大家真係凌晨先得閒，又或者真係好需要再 extra 去練習，我係 OK 凌晨再去幫大家練，同大家一齊練。咁我相信唔係就係我咯，我覺得大家都會願意 spend 時間出嚟一齊練咯。首先在我想恭喜你們剛才的表演非常精彩，來到第四個回合了，你們12個是暫時領到我們5個評判需要最長時間和最頭痛的一次。為什麼選擇？為什麼選擇真的選不到。四盞紅燈，四盏红灯，恭喜 B 组，恭喜 B 组。咁我如果我净计呢一 round 咧，我 impress 红组嘅，因为我发现你哋跳到，同埋你哋拥有到有好嘅笑容，我觉得我系成晚最 enjoyable 嘅一个演出嚟嘅。是非常好看的整件事，但是我都說美中不足，我聽不到所有人的唱歌。在這一 round acting 是重要過唱歌，對我來說，因為很老實說，那時候我們分即揀出的時候，我和 Alfred 我覺得唱歌有 potential， 還有他唱歌是唱到的，那些我全部會將他Alfred 嚟培育佢咯，所以基本上我呢邊嘅全部都係啲我覺得有性格有質地嘅人，由我要訓練佢哋做一個演員同埋一個表演者，做一啲好似兒時嘅遊戲，即係可能係1、2、3木頭人啊、爭凳仔啊，形容嗰樣嘢係喺愛情入邊嗰一種即係想贏啊、蠱惑啊。我未完全可以 get 到曬所有嘅意思嘅喺呢個魷魚遊戲裏邊，我淨係睇到4個愁眉深鎖、目無表情嘅人玩緊魷魚遊戲咯。
好似唔係好順件事，即係硬係有啲人對某啲位置有啲疑惑咁樣啦。一個係要令到人哋聯想到佢哋自己嘅嘢，但係正正係因為咁樣，所以我哋做嘅時候嗰啲嘢要好 specific 同埋好係係好實在。係啊係啊，只要你哋嗰啲感受係真實，就會感到噶啦。所以對於你哋嚟講，每一嚿嘢要好 specific 咯。阿祖之所以会咁安排，是因为了解他们各自的经历。在我成长的时候，其实是经济不好，非常之不好。然后我妈妈，他们不断地闹交。虽然我最初我跳舞，从中二、中三我就自己去了 audition， 但是我都没问家里，不想问他们我之前出去学嘢咯。我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其实我都好即系报咗咩一段时间先同我妈讲，佢第一句就同我讲话：你都唔记其他学咗咁耐嘢，你乜都冇学，你点同人比咁样？即系我谂，你哋呢个组合系有呢、這、一个，系有呢、這、一个，系有呢一个令人哋去想象你哋做紧啲乜嘢嘅能力噶。系啊，你哋要信呢样嘢。我唔介意大家理性上边唔明噶。有他們自己的想象更好，而你們是有這個 quality 的。所以我們現在的目的，或者我們的想希望做到的事，是去感染人。所以我覺得在這個實力，再加上我們那種收放自如的 energy 之下，我覺得我們是絕對有機會做到一個不會令人後悔，也可以打動到人的表演的。所以加油！跟住出場的是 B 三組，成員包括 Ivy So、潔瑩、咖喱、俊奇，他哋的自選項目是猜情尋。佢蘇怡上鏡幾靚喎。嗯。妈真系劲。时间的手翻云覆雨了什么？从我手中夺走了什么？闭上眼看，十六岁的夕阳，美得像我。今日都做得好。大家對剛才他們的呢個表演有啲咩意見或者有咩感受都想講下？我覺得好睇啊，尤其是我頭先睇完一個咁 powerful 嘅 A 組，跟住突然間 B 組咁樣係好容易比下去嘅，但係好好睇，我感覺到嗰個感情同埋你哋咪入拍手嗰下嘅時候，係真係有氣味咯。同埋我亦都睇得到你哋有四個唔同嘅性格啊咁。Ivy， 我講個外表啊，係佢係特別有仙氣嘅，我覺得。佢係有仙氣嘅感覺喺度。一直以嚟排嘅嘢就係喺我哋自己嘅世界，係啊，俾人追入嚟睇，睇你想唔想入嚟睇咯？純粹係嗰個角度嘅錯誤。神角一面山。我哋知啊，黐線女人，黐線女人，黐線女人，我叫黐線女人。
格呢個樣子。今日另一個版本的《狂人日記》，大家有什麼意見想給你們？全部都不是你們熟的做開的東西來的，是不是？ Oh my god， 因為剛才都覺得他們，我看到他們嘗試，嘗試去做那個角色，嘗試去進入那個狀態，但是他就未成到一個可以演出的作品，即係未嘗試到去 ready 去表現，咁呢個就係頭先我睇嘅時候嘅感覺嚟。Harry 啊，咪一聽啊知道呢歌其實唔好啱嚟唱，因為要爆炸力啊，同埋音準好大問題。嗰啲一定要聲勢力竭啊，好歇斯底里咁樣，你先將嗰個 energy， 呢其實冇咩 energy 俾到我哋。同埋我即可能都會比較着重 technique 上嘅嘢，後面快歌嗰度，我覺得係甩咗少少拍子嘅嗰度，係啊，因為其譬如好似阿芝頭先講，你哋有陣時唱歌咧，你唔係淨係唱，你其實都要聽，聽嗰個音樂點樣去帶你，唔係嘅話你有你自己唱，個 music 有自己去，咁就變咗分開咗，所以記得有陣時唱之餘都要聽咯。呢個係我嘅 comment。咁坦白講，頭先嗰 part 我唔係太感覺到任何一位喺個演出入面有流露到好強嘅魅力俾我睇嘅，咁所以頭先嗰個表演係有啲尷尬。由仙女變成呢個 bad girl， 我諗作為哇，特別講一講啊，醫生嘅咖喱係咪第一次試呢一種嘅感覺？都係嘅，係。一出嚟嗰、那個。嗰、那個造型咧，我係好有驚喜嘅。你係可以有嗰種小丑女啊嘛，係啊係啊，一出嚟嘅時候，我已經喺呢個造型度上面，我感受到佢係冇乜信心，同埋有佢係死亡名單。你係出嚟好似有種丑型啊？哦，佢係呢組嘅。Oh no！ 感受到五盞嘅藍燈係 A 組勝出嘅。咁所以咧，今日我哋嘅賽制係30强去到25强。如果譬如話大家嚟試 A 組第一局 A 組輸咗，咁 A 組嗰個一號嘅死亡名單，佢會繼續留喺度，直至佢睇下捱唔捱到 A 組贏5局啦。明唔明白？清唔清楚？冇清楚。OK。即係講我們啊嘛，即係喺個 group 度講。如果一個咁樣嘅愛情故事。邊個同米喬親啊？你覺得 Ivy 係咪你都想講呢件事啊？你都想講呢件事啊？咁會唔會就係兩個咧 ？Ivy 有嗰陣仙氣，係啊係啊係啊，可以接受啊，係。唔好意思啊。好笑啊，米喬，唔可以尷尬啊！我見到你熟啊，即係你好似仲係唔知你會背住啲乜嘢，你好驚嗰下你要好似。我要做一啲可能過唔到自己嘅嘢，你就去縮嗰嘢。而呢樣嘢係比如果你到時俾評判睇到你好蝕仔。嗯。嗰陣時我以為其實同 Ivy 對起咧係冇乜嘢嘅，因為我本身同佢 friend 啊嘛，即係唔會有嗰種尷尬，但係原來都係會嘅。加油啊！好緊張。
做戲係咁噶。OK， 好。你有決心要做戲。OK。就係咁樣噶啦。我都有同阿祖講過嘅，咁佢話其實 OK 嘅，叫我再多啲望多啲 Ivy 咯，唔好攞個笑容去蓋咗你個尷尬，而影響咗個進度咯。所以後屘慢慢都開始習慣咗嘅。我用隻眼講嘢嘅喂，唔好意思啊，我新嚟噶，想問客務處喺邊啊？嗰邊咯。哦，好唔該你。你好，我係勞斯。我係萊斯。你左右嘅。咁都俾你發現嘅。左手都可以握手噶。點握啊？咁咪握到咯。咁不如我同你一齊去啊。好啊。勞斯和萊斯都是花樣男子，勞斯原是個校隊的優秀種子，萊斯只喜愛讀書。偏偏他兩早見晚見，每日著住同樣順吧襯衣，浪漫似海長於雙人的著衣，不過二人不敢放肆。邊個嚟㗎？我無聊畫下啫嘛。邊個嚟㗎？你啊。都唔似，好丑啊！咁我唔识画画。流星雨嘅，等一下啦，好冷一冻啊！就系市区睇唔到，我哋先嚟山顶啊嘛。咁你咧？咁你？咁你去咪去渔光咯？我好想见到啊！我都系，我想同你一齐见到。我就快考試啦，我真的集中不到。你是驚咗我定驚咗你自己啊？兩隻右手永遠都拖不到手噶，只可以握手噶啦，你明唔明啊？萊斯，愛不是罪嚟噶。我新嚟噶，我想问客户处喺边啊？嗰边咯。你可唔可以带我去啊？唔好意思。好，唔该晒。
有進步，好大嘅進步，同我上次睇。你哋嗰啲 performance 嗰啲元素真係好腰心腰肺，一出嚟就好好 sentimental 啊！真係好想為你哋喺戲劇上邊嗰個處理嗰種才華，同埋嗰種感情，同埋嗰種敏感度拉票咯嚇。黃導演啊，多謝你，多謝佢嘅嗰種喐緊。如果我哋假如日後真係有隊女團，而嗰隊女團嘅演出經常會有呢啲咁樣嘅元素咧。我覺得非常之 amazing， 非常之突破。花姐聽住，又有女，唔好拉我落水 ，OK？ 交俾佢，係我聽住。如果我有一對女，好似我哋個女團應該係有呢啲有呢啲咯，係咯，絕對可以，係應該係咁咯。五盞紅燈，恭喜 B 組。哎呀，終於保得住啊！多謝。Karen， 你多安全喺呢一 round， 下一 round 二十五强唔会再分 A、B 组，点分组呢？二十五个人会分五组，抽签决定。OK， 好啦，咁呢个时候佢哋四个每人会抽五张牌出嚟，五张牌就一 group， 最后当然剩翻我五张有嘅 group 啦。OK， 佢哋企埋一齐都已经好衬啦。喂，得啦，你哋出道啊，走，企埋边。我覺得我哋五個呢，我哋五個呢個牌，即係呢個隊形係好有型。嗯，係啊，我哋身都好各有特色。我最中意我哋，好奇特，但係好期待。好似好融埋嘅感覺咯。OK， 攤出嚟睇咧，係一個無可匹敵嘅組別嚟嘅。我好期待呢一天會發生啲咩事。其實係非常非常之有信心嘅。當我知道接到呢一個任務嘅時候，佢哋係隊員，其實我自己都有少少放心。因為我都知道佢哋本身嘅能力好，個能力好高。我發現我一上到台咧，又係有啲少少之前 good time 嘅感覺，就係好僵硬嘅成個人。我唔想咁樣啊，好似過咗咁多個月，好似又翻翻去咁樣，係咯。Ivy， 哇！我真係想鬧佢，我想講，即係佢話佢唔識唱歌，跟住啱先我叫唱兩句嚟聽下，好好聽咯。Ivy 會是一個黑馬，我覺得，因為我覺得呢幾日睇佢嘅排練，我覺得佢嘅進步比較都相當快，即係我覺得啱啱都講過嘅學習能力同模仿能力好高，咁我覺得佢都會是一個唔錯嘅黑馬。其實好叻，好多嘢都好識，亦都好多嘢都好快知道點做，但係硬係行出嚟就冇信心，跟住就覺得哎我唔得㗎，我唔係好得㗎咁樣。但係我又明佢之前冇乜唱跳經驗。個幾 round 都就唔係好相信自己咯，但係我覺得 Ivy 係非常好，係非常好嘅隊友。我冇真正咁樣跳牆過，即係我係咁多 round 連手揸咪都未試過拎嘅。咁入到呢組之後，有機會自己諗自己個段仔，雖然得兩句啦，但係我都叫做有諗屬於自己嘅一個歌詞啊，一個 melody 啊，係一啲挑戰嚟嘅。咁我都希望可以做到咯。第二組出場嘅佢哋嘅導師係 AK， 成員包括 Marv、Ivy So、CK、泳橋、心靈。佢哋好強嘅呢組，好強啊呢組。哎呀，佢啱啱系咪就甩咗个 key 咗？
tell me what you want 越想拥抱却剩下来太多真係幾正喎！嗰邊唔該曬，失誤有啲多係咪？失誤有啲多，唱多唱多失誤，唱到失準失準好多，唱到多失。知道係呢一個組合，我哋自然會對呢一個表演嘅要求會好高好高。但是我見五個人裏面不是每一個人那個力度和那一種投入度對我來說都是一樣在唱歌裏面明顯地見到 Ivy 是未夠信心反而跳舞我覺得你有信心了很多比之前這個進步你是值得拿實他的他不是明唱歌的嘛兩樣都初學想只是信心出來即是上網跳過一下舞哇那大唱這首歌都幾越級挑戰其實我去學得快的了算是 Ivy 是唱得不好即是你在那個位置一唱我就好了快轉人唱麻煩在一個團體的時候又發覺自己的隊友是這樣的時候是不是應該發揮團體的作用有人可以幫一幫、啊、令到他不出醜這對他的表現來說都很重要但你們沒有這樣處理 Ivy 脫了之後搞到司機都倒了這首麻煩四位評判就給分你覺得誰高分一點我覺得 Wonder Girl 高分一點聽完他們這樣說我覺得 Wonder Girl 高分一點聽完他們這樣說我覺得啦俾次機會啦！但係我覺得雖然冇評判 expect 咁多啦，但係都應該會高分過頭先。因為佢本身隻歌嘅原創曲同埋個音樂上面，我都做得很好好。你哋呢個分數係248分，248分。講中咗。首先十分抱歉未能带领大家攞一个好好的成绩我在入面看的确是昨天踩台是好一点的虽然今天有个 piece 有瑕疵但是今次你們做這個歌我自己覺得是非常好聽學 Ivy 說這個歌是可以拿來出道的給你們對於今次未能得到預期的成績 Ivy 和 CK 都非常自責我唱歌不是很聽但是剛才自己聽到自己完全很害怕一揸起支麥即是跳舞的時候一揸起支麥我就很害怕AK 嗰组头先刚才嘅分数系248分啦，阿 D 嗰组嘅分数系236.6分，至于啱啱表演嘅阿张呢组嘅分数系213.2分。吓吓，哇咁夸张啊！吓，好啦，即系话 AK 嗰组248分，你哋安全，而且五位都能够。進入決賽，恭喜曬！12月25日 ，Star Hall 全民造星社決賽，到時睇你哋20位嘅表演。恭喜曬你哋！
成為開心果嘅話，就投一票啦！雖然我可能睇上年啦、前幾屆組星嘅時候都會有呢種感覺啦，但去到我自己發生嘅時候就真係好奇怪咯。點解可以睇完一集，我可能得十分鐘嘅畫面之後，你會咁支持我呢？應該話我嗰種好感激嘅心會令到我產生咗啲愧疚咯。你咁多人中意你，你唔係理所當然噶嘛。我發現我之前對表演都係啲好膚淺、好表面嘅嘢。咁我入到嚟喺阿祖嗰度，其實學識咗好多。點樣為之一個表演啦？點樣去傳達你表演想有嗰種 message 啊、嗰情感啊，或者嗰種能量？所以我覺得一個表演除咗啲好 technical 嘅鋪排之外，其實仲有好多好內心好 deep 嘅一啲元素喺入邊咯。我唔知道我嘅表演會唔會有進步到令到你哋睇到或者冇後悔到支持我啦。我想起碼以一個最真誠嘅自己，一個真誠嘅表演嚟多謝你哋咯。即使唔係話滿分專業。嘅表現，但係希望嗰份真誠係可以俾你哋感受到嘅。噔噔噔，各位來賓，個 show 就嚟開始啦，係咪好緊張咧？俾啲聲嚟聽下，全民造星四總決賽現在正式開始。出場的呢一位咧，你都可以話比賽有啲唔公道噶，因為佢永遠都係出場先。佢係邊個咧？我唱出嚟好唔好啊 ？Oh, Ivy So, Ivy So， 交台俾 Ivy So。靠雨窗邊聽雨天，望著難落墨的信紙。如果說，如果不要說，始終我也適應了不抱怨。聖誕到了，假放夠了，你我各自忙，學懂怎麼思鄉，點一杯鴛鴦，像從前快樂。最近閉上眼睛，有某個片刻，我怕回憶稀薄。前天幾則新聞，聽見皺眉，你那裡怎？遥遥无期，何时再见？那里每一角，靠雨窗边听雨天，望着难落墨的信纸。如果说，如果不要说，只想去抱一抱。只要吃吃喝喝，说说笑笑。
月圆。唔该晒 ，Ivy， 非常靓啊！大家都觉得充满仙气嘛，系咪啊 ？Hello，Ivy。Hello。完成呢个个人表演啦，我知道你呢个歌咧系想送俾某啲人嘅，系嘛？系啊，其实我系想送俾一啲离乡别井啦，唔喺屋企嘅香港人，想帮佢哋唱一首家书翻屋企咯。Ivy 啊，其实由第一 round 開始走到你這一 round， 你有沒有覺得自己有沒有什麼改變？其實我覺得最大的改變是在芳芳和阿祖身上學回來的，他們教識了、原來生活上一些感受，一些、我的想法是可以加在一個表演，就算是這麼大的台我都可以加入我的想法我的感受。因為以前大家知道 Ivy 說我出來表演我想帶一種笑很開心的能量給大家，但 Ivy 現在學會了真的找一些生活上的加入的表演，我相信你現在這個理解是將來就算是做回最簡單我要發放一個很開心笑的能量給大家，那種都是一個不同的能量來的。好，多謝大家。在觀眾看電視你覺得我看了幾個星期，看了二十集至三十幾集，但其實我們拍了半年以上的，所有東西都是真的珍惜這個機會。有什麼想說？好 good， 我想多謝造星的所有幕後、yeah. 因為他們真的捱間大底夜咁樣剪片啦，幫你拍片啦，之後今日日曬雨淋啦，所以好多謝他們。Yeah. 我自己一路的想法就是他人氣很高啦，我不停就在個會度帶出咯，哇！佢 TG 有12000人。其實人氣是即係你冇就係冇，你有其實你是要看待。Ivy 其實你問我佢的笑容啦，佢真的拍出嚟嘅樣啦，係一個明星的靚咯，所以佢先有咁多支持者或者咁多人氣喺度啦，佢應該要喺女團有一席位咯。歡迎你加入，多謝你啊！搞錯啊 ！Ivy 佢嘅勞斯萊斯其實佢好投入，佢好相信呢個片，即係證明佢有呢個做戲嘅潛質咯。仲要加埋影相啊、拍 MV 咁樣，所以係攰過做星嗰陣時好多。好攰啊！覺得好似剩低你一個咁，好安心，可以同自己講一句説話。